你怎么又拿了个这个线啊？刚刚不是给你扔了吗？怎么又拿了个线在这里玩啊？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些兄弟呢，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听说来了一个小网红，在这个全网呢都很出名的，他需要形象改造一下。说的是之前学过一些，但是呢不多啊。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办法让这样的兄弟起死回生。今天是把这个全身的这个家当都拿来了。哎 ，OK， 很内向啊。不是，为什么要用这个袋子装？之前是干嘛的？之前这个在工地上用的。OK 的。这是什么？洗发水、沐浴液。我定个目标吧，好吧，三个月。三个月干嘛？哦，对，干嘛？你说干嘛？三个月找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脱单，怎么样？今年多大了？哎，23岁。你笑啥呀？你笑啥？很羞涩啊，阿杰，笑得很腼腆，这种笑容很纯真，说明是个靠谱男。23岁之前有没有跟女孩子牵过手？你笑啥？啊？有没有跟女孩子牵过手？跟女孩子？不是我，我就有没有跟女孩子牵过手？23年以来，有没有跟女孩子牵过手？啊？没有。那跟女孩子完全零接触。OK， 那我再想问一下，你想不想脱单？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？不是。这个问题很严肃的，因为要是你喜欢男生的话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做不下去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帮助男生找男生的经验，这样子。哎，还真的喜欢男孩子女孩子，这事情成了一半。只要阿杰喜欢女孩子，那么我们这个事情成了一半，八字已经有了一笔，好吧？那么接下来就交给我。从这个短袖、裤子和这个鞋子来看，阿杰学过一定的东西，但是为了你怎么又拿了个这个线啊？刚刚不是给你扔了吗？怎么又拿了个线在这里玩啊？这样子啊，别笑了，你这样子成熟一点。我们已经23岁大男孩了啊，不要去玩这些线了。我们现在要和女孩子交往啊，接下来的三个月啊，我们不用三个月，今天先从形象给你做起，把你的形象改造。首先呢，外在像个正常人。其次呢，再把你的内核改得像正常人，因为我跟你聊的时候发现你比较腼腆。来，我们一起来一个奥利给，来，奥利给，奥利给，奥利给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哎，你别牵我的手啊！3天之内牵的女孩子手不是我的手，来，快点。奥利给，好靠谱了。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用最低成本的价格来给你打造。说一个标准，1000块钱要把你的头发。把你的隐形眼镜，把你的衣服、裤子和鞋子全部搞定。阿杰，这个绿色的裤子喜不喜欢？算了，这个绿色的戴在头上比较好看。你不是绿帽子，没让你戴绿帽子，让你换绿裤子，没让你戴绿帽子。阿杰，你鞋多大的码数？别光屁股出来哈，来镜头出来了，等会儿他光屁股出来，我直播间马上就疯了。可以了，就这个阿杰。来，转过来我看一下，转过来我看一下。哎，来转账，小子。600块，裤子、衣服、鞋子，一共就600块。我们说了1000块钱改造，还要买隐形眼镜、做头发，够了。身份证一定要带好，因为和女孩子在一起需要用到它，好吧？这个东西你必须得安排好。别瞎说。不是，我是说你要去扯结婚证啊这些，你不用身份证吗？你想哪里去了？你们这些人的思想很肮脏啊！隐形眼镜来，隐形眼镜，对对对对。他从来没有戴过。作为你这样的单身男生，大家想要看到你的改变，因为你改变了，在座各位都可以改变。你是最差的，你最差的都可以，在座各位一定可以。说你一定要成，要找一个漂亮的女生好好在一起，给屏幕面前的兄弟们看到，我们屌丝也能成功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叫自信起来。放松，看鼻尖。第一次的话有点痛啊，有点干，知道吧？放松。有点干，有点痛。看鼻尖啊，放松。进去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习惯吗？
第一次啊。对，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刺眼了。今天我要在，这是我平时剪头发的地方。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跟你安排一个最帅气的发型，好不好？首先，你不能成为一个搞笑的人。嗯。千万不要想着去搞笑吸引女生，对吧？之前的那些人呢，他们可能是为了做节目效果，可能是为了流量，他们并没有把你的脱单放在第一位的。但是我们浪子情感，你看我现在流量已经成狗一样的流量，但是我们还是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帮助男人脱单。我们不去搞噱头，好吧？说阿姐，你从今开始不要想着去搞笑，也不要想着去做节目效果，你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脱单。来啊，来！我操！我靠！站起来，走两步，别笑，你笑了就破功了。歪脖子歪一点，别笑，脖子歪一点，脖子歪一点，来吧，歪一点吧。好，头抬起来一点点，杀气！大声的跟我说，幻想无数步，动次真格。你妈这样子妈的，幻想无数，不如动词真格，食指干住。阿姐，我们的这个形象有了一个较大的改变。刚刚有没有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来，那你可以让看一下，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没有？看到了。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判若两人。对自己的新形象满不满意？对，打折一个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对自己要求很高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成为我们浪迹情感的兄弟了。你知道浪迹情感兄弟，我们有一个很核心的点，就是不缺女孩子。而你呢，现在很缺女孩子，三天先跟女孩子牵个小手。这个明天我们要去路上认识女生，然后给你拍照了。七天改造我们的阿杰，拍下了记录，完全真实，没有剧本。收工。一个男人，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梦想，是希望，是永不放弃。你自己都放弃了你自己，就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了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首先，你不能放弃你自己，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实战第一个环节，化妆来了。你不要给他画得太白了，自然的啊。阿杰，你太帅了，真的太帅。阿杰这种眉毛，对吧？他就是那种啊，那种剑侠侠客，侠客，对啊。你看阿杰那个眼睛啊，丹凤眼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给他瞄位置呀，打耳钉先要瞄个位置。对，瞄位置。OK 了，好，走，完事了是吧？记住一点，小丑他可能会让人发笑，但是绝对不会让别人喜欢他。你要成为一个让女人喜欢的男人，首先不要当小丑，知道吧？这个是最主要的。怎么样走路呢？想把墨镜戴上。好吧，然后走路的时候要郎当一点，背要打直一点，啊，看要这样走，左顾右盼。阿姐来，一二三，走起来，走，左顾右盼，左顾右盼。阿姐，等会我们走到星光大道，有很多人会来拍你。你一定这个时候你要把头给我抬起来。自信起来，就这种感觉。这样子，我们让赛哥跟阿姐走一下。可以的，来，这个来，哎，可以的，来，这有一条路，对吧？阿杰，你这样子走的时候，转回来看我，好吧？走，慢慢走啊，走的时候，慢慢回来看我，在这儿，从在这里走。好，你别在这儿拍 ，OK， 三二一，走，回来看我。走的时候这样左右看，走慢一点。对，好，走，看，往右边看，背打直一点。好，往右边看，头歪一点，低一点。阿杰啊，为了阿杰，他竟然蹲在了地上，兄弟们。地上，往那边看。现在给阿杰拍了三组不同的衣服，不同的感觉的照片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简简单单在路边就能出片，没有去五星级酒店，对，没有去高消费，对，一杯咖啡20块，
再加上路边的免费拍照，就分分钟出大片。兄弟们怎么说？这个就是在座各位你们每个人可以复制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将把给所有阿杰拍的照片发在我们的内部群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机位是怎么选的，这个搭配是怎么搭的，包括阿杰今天穿的所有的衣服，我怎么给阿杰选择照片。兄弟们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我用的这种实况的照片，你们也看一下，在这里面有编辑过后有个实况，我们可以拖动，看到没有，可以选取中间的一帧。那么我们选到这一帧，作为封面照片，我们就可以安排到这个，好吧，这个就让成了。我们再换个角度，这个你的头像怎么说？头像来了，哇，阿杰，我们就这个当你的头像，浪哥很私自的给你换了名字和给你换了这个头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、嗯、没问题。喜不喜欢嘛？你觉得有没有改变？并不是，就是改变的开始。喜欢，有没有改变？觉得改变的开始，有很大的改变。浪哥这里是真正的想帮你脱单，不是来给你搞这个项目。然后明天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女孩子，手把手教你怎么和女孩子牵扯。还是明天下午4点钟，在我们的直播间，我们明天选一个望平街的咖啡厅，跟女孩子牵牵手，然后在路上再认识点新朋友。4点钟不要迟到，好，关注一下，行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可以的，好吧，今天可以休息了。想要。